香港和深圳其實是兄弟城市來的，我們不單止是有兄弟情，因為我們是這麼接近，兩地的人民往來是這麼緊密，我們還有兄弟貿，即是說我們有很多共同的地方，包括第一深圳是一個很多外來人士的來到深圳的一個城市來的，香港呢亦都有很多在外國人士來香港，這種融合性的包容歡迎都是很共同的。另一個我們的共同的面貌呢，就是我們都是一個講創科大家都推動緊創新科技的。第三個我們的共同點呢，就是我們都是一個圓夢的地方，很多的不同的新的產業都在深圳是很成功地落了地，也都做得很好啦。香港也是一個圓夢的地方，包括呢是我們不同地方外國來到香港希望是創業就業發展，我們本地的人士創業就業發展，再加上呢我們現在有大灣區，令到整個香港可以圓夢的機會是更大。